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我们上回书这个第90回就说了3遍，谈说完了之后，发觉里面还有声音。我刚才试了一下，在拍之前我重新试了一下，应该是没问题，应该是没问题。一说到鬼，就出这个问题了。我上回书说到这个无文化出来。文化有朋友曾提到说，涛哥是不是就是巨人族？应该是，应该是巨人族。就是，包括我们谈到的杨任，杨任的这个眼睛里长2只手，手里长2个眼睛，在远古的时候，就在现在的云贵地区就有这样的人，那是单纯就这么一种称呼的。所以，其实，在《封神演义》里面谈到这些这种。就是很异形怪状的哈，让人们感觉比较吃惊的或者怎么样，其实是它揭示了在远古时期是有这样的人的，那个巨人就一直是存在的。这个其实还有小人了，有那个小矮人了，那也存在的。它揭示了一个生命的真相，就是我们这一茬儿，如果说5000年文化当中，其实在《封神演义》里面。揭示了一些真相，只不过今天很多人对他不认识了。我们现代人太自私了，就站在自己的角度为中心去解释那一切，凡是理解不了的，或者说跟现在有点差距的，都把它称为不存在或者是什么。我个人觉得是现代人的问题了，这个就这样了。那吴文化呢？他就是一个巨人，在杀，这是。在进入到人的层面，我以为多少是进入人的层面里面所表达出来的。他不是神仙，就是一句话，他不是神仙，也不是什么修行，这些不是，就是一种人类。盘龙岭烧无文化第91回，力大排山气吞虹，手托爬木，快如风，行舟陆地。谁堪及破敌营门，孰敢同？秦虎英明成往事，石牛全气化崆峒。总来天意归周主，空作盘龙岭下鸿。我们上回书说到是这个杨戬出了这个孟津，走了60里，找了一个地方盘龙岭。盘龙岭，弯环如盘龙之势，空中有这个在空间中间空出一条大路，两头可以进出，所以杨戬看过之后心下大喜，正好行祭，就是要火烧吴文化，应该是火烧死他。盘龙岭地方可以行祭，那子牙听后大喜，杨戬在耳边如此这般设计而出。就是要，应该是烧死，应该是烧死他，因为他个儿太大了，几丈高，别人惹不起他。姜子牙令武吉跟南宫适领2000人马奔这个盘龙岭，埋伏起来，引火之物，中间用竹筒做引子，然后藏上火炮、火箭，那时候就有这个，岭上呢用柴薪、用柴火。这个引火的干物一被停当，就等着吴文化来，想给他卡，其实就给他卡在中间了。卡在中间那个概念，就有点当初像这个弄阴蛟有点类似，但阴蛟是仙喽，跟他不一样，他就是人喽。只等吴文化来此，便可行事。二将领令。话说吴文化得了大功，纣王呢，做了奖赏。这个袁弘跟吴文化二将谢之，打发天使回朝。那袁弘对吴文化说："承蒙天子这恩宠奖遇，吴将军，我等必将尽忠竭力，以报国恩，不负我这辈名扬天下。末将明天就让，趁着这个江上无备，再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早早凯旋。"所以，作为修行的人，遇见这个太个儿大，他你看起来他也不好办，这他也不好办。这个中间就说，
生命就是有差距的，当生命差距出现骤然的这种差距的时候，相互之间就出现了隔阂。如果一个人长那么大个儿的话，他生活的氛围，就是他生存的空间、生活的氛围跟概念，是普通人想象不出来的。袁弘大喜设宴，谈笑之间说：“启禀元帅，姜子牙跟武王在辕门外闲看，不知何故，请令定夺。”袁弘一听，就跟吴文化说：“暗出大营，抄姜子牙的后面抓他，啊，如探囊取物。”吴文化领令，这个从忙冲右营门出来，撒开大步，拖着大耙子，如风云电池般说：“江上莫走，今番这一番，我定要擒你成功。速速下马受死。”姜子牙与武王见吴文化追来，拨转坐骑往西南而逃。吴文化见子牙跟武王落荒而逃嘛，放心就追。然后子牙回过头来还诱惑吴文化：“吴将军呐，你放我君臣回营吧，等归得故国的时候，再也不敢犯边界了。我群臣一定感谢将军洪恩不浅呐。”吴文化说：“我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今天让我错过，不可能！”拼命就追，往前赶了一个时辰，赶一个时辰可不短呐。姜子牙跟武王是有脚力的，那这个吴文化用步。用脚吗？用脚力。他们俩骑着马，骑着东西。这吴文化是俩脚，又当他是金金追，一气儿一口气赶了五六十里。吴文化气力用乏，所以立着就不敢了。姜子牙回头一看，他不敢了，就转过坐骑跟他说：“吴文化，你敢跟我再打三个回合吗？”这个儿大，其实个儿大的可能脑袋确实有点慢，他就没反应过来这是逗他呢。吴文化大怒：“有何不敢？”回过身来接着赶，结果姜子牙勒着四不像又跑，一直跑到这个潘龙岭。这个姜子牙跟武王就进了山口了。吴文化大喜啊，说：“你们俩奔山口里进去了，瓮中之鳖，我一定抓上你。”随着就转口就进了这个山口里面。那他自己不知道是计嘛，所以那进了山口之后，武吉跟南宫氏眼见着吴文化就进来了，让过了姜子牙跟武王，然后就用这个木头跟石头就把前头那个路口山口就给堵上了。吴文化赶进山口，不见了子牙跟武王，他就四处找，毫无踪迹。正要回身出山，只听得两边炮响，杀声震地，山上就用滚木石块堵住了山口，然后用火弓、火箭、火炮、干柴一起往下打，四下起火，腾腾烈焰，滚滚生烟。一会儿叫地崩，地塌山崩，刹那间雷轰电池，瞬息绿幕尽沾红，顷刻青山结带翅，全都烧红了。哪怕你是铜墙铁壁，说什么海阔石宽，就烫着它叫乐石流金呢、啊。遇着他就是孤拳彻哭，风趁火势成英勇，成雄威，火借风高拼恶毒，休说吴文化是这个血肉之躯，整个山里头带毛带脚的全都难逃此劫。吴文化见后面起火，断了归路，抽身就奔进山里跑，结果山脚下地雷发作了，给埋了地雷。那时候就有地雷，往上打。可怜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，陆地行舟的英雄，顷刻间化为灰烬，完全给炸飞了，炸没了。
夜劫周营立大功，孟津河下逞英雄，江公妙算这个屈杨戬，火化潘龙一阵风，什么都不会没了。再厉害的英雄遇到，如果你是逆天意的话，其实人生一世不过如此吧。其实里面他讲述太多东西都是这样，什么也留不住，它就是一个过，生命是个过程，而不是你能获得什么。但是人们在这个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大多又都想获得什么，这是一种，其实就是一种怪圈了。道理谁都明白，但真正能在其中感悟出来的人，确实没有几个。杨戬，武吉，南宫事件烧死了吴文化，回来见子牙，被说前世。子牙大喜，又跟杨戬说，只是袁弘此怪修未除，到底如何处置？杨戬说，此怪是眉山得道的白猿，最有精灵，叫需徐徐除之。就说你得慢慢来呢。姜子牙说，等东伯侯来治。话说这个袁弘听说吴文化被烧死了，就郁闷了，独自很郁闷。突然说，门外来了个驼头，来个秃瓢见他。和尚打成和尚的样，请来打稽首。元帅贫道稽首了，道者请了，从何处而来，有何见遇？眉山地区居住者，与元帅相隔不远，姓朱名子真。听说元帅为纣王出力，特来助之一臂，不知道元帅是否肯容纳也。袁弘一听，哎呀，大喜，都是在一块住着的，大家差不多。朱子真，那朱子真再三谦让，就席而坐。旁边殷破败、雷开一听又是眉山之事，心里说完了，跟这个长号吴龙是一块的。袁弘置酒与朱子真痛饮一宿不表。第二天，朱子真提剑在手，率左右至周营，请元帅答话。姜子牙一听说有道者，忙令南北二处诸侯列出辕门，摆开阵势。那弟子自己亲自率众弟子出来，面如黑漆，甚蹊跷。海下长须叫一剪齐，会剪成那样的。长唇大耳，真凶恶。眼露华光，扫竹眉。造福思将，飘荡荡，浑身冷气侵人机。眉山诸怪逢杨戬，不久周营见此去。来了只猪，而且是黑猪，不是杂毛的，所以他叫朱子真。所以他们这个眉山七怪这姓就代表了他们生命的本身。朱子真行至这个军前，子牙说，道者何人？你看这猪弄成道人的样。眉山炼气士朱子真是也。哎，他很奇怪，这里他用的眉山炼气士朱子真，我不知道他是写错了还是怎么样，他用的是火字旁这个炼，那有很大区别的，但他是这么用的。姜子牙说，你不守安分来此干什么、自己寻死。朱子真大笑，成汤相传数十世，尔等世受国恩，无故造反，侵夺官邑，反言天命人心，妖言惑众，不忠不孝之父也。你看，所有妖怪都说姜子牙他们是妖言惑众，其实他们自己是妖怪。所以凡事一到这种关键的时候，凡事都是反的啊，本身都是反的。反过来指就是一切反的道理，当一切出现反的时候，
那是天下就得变了。吾今日至此，快快下马，受降，各还故土。上待你等已不死，如有半个不字，我被我拿住，定碎尸万段，悔无及也。姜子牙大骂：无知匹夫，你死在眼前，还不自知，你那还长舌头。朱子珍仗剑来取，旁边南伯侯麾下副将于忠，他说此人不信道术。这里面他特意注上了"此人不信道术"，啥都不信，无神论这事。所以我以为这里面就是《封神演义》有他的隐喻了，通常很少这么写的。所以这里面就是说，一个不信神、不信道术的人，碰到了猪怪，猪通常说是笨的，对不对？碰到了猪怪，肯定就被猪吃了。这是一种报应的说法。那无神论的人，那时候当然没有进化论哈，无神论的人不信这些的人，他们必然遭到，这里头隐喻就是遭到这些妖精、妖怪的虐杀。因为通常没有这么写的，使着狼牙棒，面如紫枣，三缕长须，飞马大至，此功留与我来取。子牙见这个，见左少来了，于忠一马当先，也不答话，抡开棒劈头就打。朱子忠，举剑相还，步马相交，未及20回合。朱子珍转身就走，他们也怪这妖怪都转身走。于忠随后赶来，姜子牙传令擂鼓呐喊。于忠追来，未及1里之余，那将这个朱子珍乃是一个妖魅，足下阴风簇拥，一派寒雾笼罩在此，所以马追不上。所以这里面就说，我们跟大家讲了，说人其实弄不了妖怪的，弄不了妖精，人是没有办法的，这就是一物降一物了，也没什么可讲的了。人其实是最笨的，在所他的生命的系列中是最笨的，偏偏人到无神论的时候呢，他就笨上加笨。他本来自己可以有一些，如果他不是无神论的话，人生命自然就会带一些东西，他连那都不信了。朱子珍把身子立住，于忠马眼看至近，子珍回头把口一张，一道黑烟喷出，笼住全身，现出本相，一口就把于忠咬了一半，于忠剩下一半就倒于马下。朱子珍恢复原身，回奔而来，大呼：姜子牙，谁敢跟我见个雌雄？杨戬在边上用照妖宝镜一照，哦，是只猪。杨戬出手的时候，得先给他弄清楚是什么东西。弄完什么东西之后，他出来再弄他。杨戬催开战马，三尖刀，后面冲将过来，好孽障，少来！就骂他孽障，有物在此。使开了刀，顶门就砍。朱子珍手中剑，急忙相将，步马相交，刀剑并举，未及数合，朱子珍抽身就走。杨戬随后赶来，朱子珍如前，现出原身，将杨戬一口就给吞了。子牙见杨戬如此这般，传令回营。姜子牙就知道要弄这只猪了嘛，所以就走了。子珍得胜，来见袁弘，袁弘大喜，置酒款待朱子珍。正饮间，突报说辕门有一个节使求见，令来。一人面如扑粉，海下长须，顶生两角，这是只羊，估计这个。你看这模样，模样就是羊。
带这个速发官，帐下行礼，问说你是谁呀？何方人士？末将姓杨，名显，祖居眉山。你看，此人此杰士乃是杨经，所以他叫杰士嘛，有点绅士的概念。借杨成姓，眉山一怪，俱是杨洪跟袁洪一起的，只怕旁人看破了，所以要陆续慢慢来。托姓贾名，以掩众人之耳目。当日袁洪留在军中，赐座赏酒。杨显跟朱子珍各自夸能斗胜，喋喋不休。那殷破败自私，哎呀妈，这是跟袁洪又一党的妖孽啊。默默对雷开不语。大小将官正在饮酒，二更时分，只听得朱子珍的肚子里有人说：“朱道人呐，你可知道我是谁啊？”一般的人碰见妖精是受不了的，但是一个得道的人碰见妖精碰见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，所以这是一种就是一种相生相克的，普通的人是没办法的。朱子珍吓得魂不附体，你是谁？你在哪儿？杨戬在肚子里说：“我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门徒杨戬是也。”所以杨戬在报名的时候永远报出他的师父啊，永远是这样。我现在在你肚子里头，你只知道贪吃血食，却不知道在眉山你吃了多少众生。那今天你一叫恶贯满盈啊，我把你的肠子给整一整。杨戬伸手在他的心肝上哗一抓，朱子珍说：“疼杀我也！大仙饶了我吧！”杨戬说：“你是生你是死，大仙慈悲。小畜在眉山不知辛苦了多少年，采天地灵气，吸日月精华，方能修成人形。”你看，他们是到了修，他们是这么自己修出来的。就是这么，就是动物本身就有这种灵气，就成了这样。但都是妖精，他们跟那个，我一再说，他们跟那些蓬莱山的蓬莱岛炼气是不同的。今不知分量，敢冒天威，岂望求饶，再生之德。杨戬说：“你如果想全生，你可以速现原身，趴着到周营去。”跪在周营那儿，我饶你性命。如果你不依我的言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心肝肺我都给你摘下来。这个朱子珍没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有办法他也使不了啊，只得苦苦哀求。杨戬说：“哎，说你不是不去吗？你现在不动换，我现在就弄你。”那朱子珍只得现出原形来，一只大猪晃晃悠悠地走出了辕门，但等于是当着袁洪的面给袁洪急得抓耳挠腮。那袁洪是只猿猴嘛，所以他就会抓耳挠腮。啊，什么时候共产党也这样，就有趣了。基本就是，他这里面，我觉得他就是教训人类，就给活着的人教训。其实这里边当他现出原形的时候，殷破败他们就知道完了，所以里面同样是包含着救赎的一种救赎的故事在里头。那些人是否被救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杨戬脑袋一天发火，有力无处使，只得听之任之。他们俩都在边上，朱经一直走到周营的辕门前，跪在哪儿？南宫氏巡营才四更，到了门口看一只大猪，说这民间养的猪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等到天明叫谁给领回去？杨戬在猪的肚子里的大呼：“南将军，
报给江元帅得知，这是眉山猪怪。今天早晨见朕，我钻到他肚子里头，给他擒来了。快请元帅在辕门发落。南宫氏这时候才明白，知道杨戬变化到他肚子里，大喜，忙进营门，到中军外帐，将云板敲响。那大元帅睡觉了，那时传给子牙，子牙升帐。南宫氏报给元帅说，杨戬收了眉山猪精，在营门外头，请元帅发落。众将官这个点上这个火把，出了营，一声炮响，子牙率众诸侯出得辕门，果见是一只大猪扑在地上。你这孽障真是没个来由，对吧？何苦取这杀身之祸？这是杨戬在肚子里头说，请元帅施行，斩此妖怪以绝后患。姜子牙命南宫氏，南宫氏手起刀落，把猪头给砍下来。那杨戬借着血光现了原身，诸侯众诸侯无不羡慕。结果姜子牙就把猪头挂在辕门外号令。这事儿真的。袁弘跟杨戬说，哎呀，露出本相真不咋地。误的我们在眉山都修了千年了，一世英名俱成画饼，好不惭愧，与姜子牙绝不甘休。所以所有动物都以人的身体为珍贵的。你看那个包括当时的青狮，对不对？金陵圣母这些，他们也同样了。他们被打出原形，被那些宝贝打出原形之后，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懊丧，是个羞辱。那通天教主也是听了多宝道人的说法，说这个，说师傅你收徒弟那谁说了，广成子说都是长毛的，带角的，长毛的，那要不然长鳞的。这都是一种羞辱，尽管是真的，都是羞辱。所以神仙，大家听明白了，神仙、人、妖、妖精、鬼都以人身作为最崇尚，而人身本身却没有多大本事，对不对？最笨，什么东西都能整它。可是人，因为人身是神造的，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，那人，任何动物认为得了人身就有机会与神同在，其实是有这含义在里头。我觉得今天朋友能够从中理解到人的身就是自己的珍贵了。其实我们讲半天都讲这么个道理。杨戬说，杨戬他自持有变化之术，不意朱子珍误中奸计，若不负此恨，岂能再立于人世？非得报仇。两个人痛恨，突然辕门外暴露中军，说元帅有天使至此，请令定夺。这个元帅忙出来迎接天使，奉天子令，送一贤士至军前听用。袁弘接旨，打发天使去了，至中军。令来将参拜，来将至中军参拜，问将军何名？末将姓戴，名李。戴李，戴李是什么东西？眉山人士，这个不辞千里之遥，特来效劳。此怪是眉山的狗精，狗，这狗怎么姓叫戴？还姓狗，眉山的狗精。效劳于麾下，此怪这个又怕被人识破，所以陆续而来，掩人耳目。袁弘与诸将说，又添一贤士，定与他决一雌雄。随令点炮呐喊出营，请姜子牙答话。周营军政官报入中军说，元帅，袁弘督战，这都没啥意思了，因为他来都是妖精吗？
但是这里提醒大家，就是眉山七怪这七种妖精一定有说法，对吧？它是七个，但是呢，什么东西？那动物多了，为什么是这些动物成为了它怪？应该是有一些说法，我没有细查，但是其他的为什么没有？对不对？没有金鱼出来，没有，这就我就说这意思了。姜子牙带诸将出营跟袁弘，走马至军前。袁弘，你不识时务，眼见父君杀将，天意可知，恶贯满盈，人神共怒，谅你不过螳臂挡车，敢与天下诸侯相聚。袁弘笑曰：“你偶尔得胜，谅今天断然无回生之理。谁给我捉了反臣？”杨显大呼说：“末将来也！”杨子牙一看，姜子牙一看，白胡子老头长俩犄角，是只山羊，顶上金冠生杀气，柳叶甲挂龙鳞器，头生双角气峥嵘，白面长须声更细。你看，就是山羊嘛。眉山妖孽号羊精。也知梦经江身弊，从来邪正到头分，何苦伸头罗网地？它不是河图，我以为这就是一种天象所促成的。在这种过程中，凡是在人间与人相关的各个层面的这些得了灵气的东西，都在这种劫难中消失，而被消失的过程，全是他们出来争持的过程。他们想所有这些邪的东西要与正的东西对垒，我以为跟今天的现在我们看到人间的故事非常类似了，所以它是争出来的啊，它没有什么别的，都是争出来的。杨戬走马摇蹄冲杀过来，杨戬在旁边一照是只羊，杨戬走马舞着三尖刀也不答话，直接就来，杀得龙潭虎穴，二将正战之际。只见汤营里一将使着双口刀，奔将出来说：“杨兄弟，勿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杨戬旁边的是这个姜子牙旁边的哪吒，脚蹬飞火轮上来顶住。所以你看，在整个打斗的过程中，基本上就是杨戬跟哪吒。我相信这是杨戬的照顾吩咐，原因就是他们两个都不是肉身。是肉身，但杨戬有72变，所以遇见妖精他不怕，那其他的人就有危险，所以人的身体又是最弱的，嘴尖耳大最蹊跷，遍体妖光透九霄。七怪之中他是首，千年得道一神凹，凹啊，藏凹的凹。七怪之中它是首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如果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七怪的本身，是不是就是当初女娲造人的时候有关系？因为女娲造人第一个造的是狗，哎，她这里说的七怪之中它是首，可能是啊，不一定对，这可以查到。哪吒用枪。顶住，大呼：“匹夫慢来，通个姓名。我乃袁弘副将，代理是也。”他叫代理。哪吒使开枪，劈胸就刺。代理双刀，急忙相加，大战在一处。杨戬战杨戬20-30回合，杨戬拨马便走。杨戬赶来，杨戬在马上吐出一道白光，连马罩住，现原身。来伤杨戬，杨戬化作一只白额斑斓猛虎。杨戬一见杨戬化成老虎，以克制了他，急欲脱身，结果被杨戬一刀两断，给砍下了羊头。大叫：“禀元帅，弟子又杀了眉山一怪。”这个。代理呢，见哪吒与哪吒
这酣战之间，结果戴笠口中吐出了一个红珠，珠子跟碗的口这么大，照着这个哪吒的顶门就打脑门。哪吒见来势汹汹，量不能制服，只得闪了一枪，败下阵来。杨戬见哪吒失机，走马大呼：“孽障，不得无礼，我来也！”使着三尖刀直接斩杨戬，两人大战一场二十余合。这个戴笠拨马就走，杨戬追过来，戴笠又吐出红珠，现出光华，伤杨戬。杨戬祭出了这个哮天犬，飞在空中。此犬是仙犬，看见此珠十分凶恶，竟让过他的珠，直接奔戴笠而来。这狗对狗，所以为什么这个戴笠输了呢？是狗对狗，狗对狗那是个妖，这个那谁是个仙犬，所以这就是在同样一个生命道，同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就是同样的动物当中，它的境界高。这其实是这样的，万物都是这样，所以蛮有趣的。所以你看他特别讲说，竟然让过他的猪，直接就奔戴笠而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哮天犬他知道，只要把戴笠给干了，那个猪就没用了，费用废了。他要去对付那个猪，反而呢，就戴笠就跑了。你看。戴笠见仙犬奔来，急于抽身逃走，被哮天犬一口咬住，不能挣脱。杨戬手起刀落，挥于马下。眉山狗怪逞猖狂，炼宝伤人事莫当。起意仙犬能服怪，叫红尘血染命空茫。这只狗白来了。对不对？他是个凹，这只狗白来了。但这里他说出了一个意思，就是狗能炼丹，对吧？它是炼出来的吗？炼宝伤人事莫当吗？狗能炼丹啊，跟别的动物不太一样。杨戬杀了狗怪，掌骨回营。那子牙升堂见杨戬屡屡破得诸怪，大喜，祝贺。袁弘回到中军，见戴笠也被杀了，现出原形，心下甚是不快。诸将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十分没趣儿。然后这时辕门外突然说：“启禀元帅，外面又来了个大将，另来。这人身高1丈6尺，顶上有两角，卷着嘴，尖耳朵。”金甲红袍，十分的轩昂，戴紫金冠，近前施礼。将军高姓大名？末将姓金。双名大声，眉山人士，来的是牛精牛怪，用了三尖刀，力大无穷。金来特别助袁弘。俱是眉山七怪之属，他一定得凑齐了，就全完了。所以眉山七怪，眉山七怪，它就是一种代，我觉得是一种代表一在人间的环境中的一种代表了。所以七的定数是非常绝对的，说实话，非常绝对，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以七的概念出现的。那七一到位就没了。眉山七怪斗齐了，他就全都出境了。所以七一到位，就是七本身是结束了。袁弘顾问以掩人耳目。次日，金大生上了独角兽，提着三尖刀。元帅，城堂外来了一个大将，请战。谁走一刀？郑伦说：“末将愿往。”嘿，郑伦死在他手里了。可能是啊。
郑伦上了金睛兽，提着降魔杵出来，见对面一将，生得甚是鬼怪。来者何人？袁弘麾下副将金大生是也。你是何人？通过名来。上将军，五军上将军郑伦是也。我观你，郑伦说：“我看你不像个人样，岂敢阻时雨之师，有逆天之罪。早早归降，共破毒夫，以诛无道。如不知机，自取毁身之祸。”金大生大怒，催开尖角，独角兽，使着三尖刀直杀过来。郑伦手中鼠迎面相交，二兽相交数回合。金大生乃是牛怪，府内炼成了一块黄牛，有碗口之大，牛黄，黄牛，牛黄，喷浆出来如火电一般。郑伦不曾提防，正中面门，打伤鼻孔，跌下兽来，被金大生手起刀落，剁为两半。胸中奇术成何用？只落名垂在史篇。所以这里边就讲述了一个，我个人觉得讲述了一个很大道理。郑伦其实就是哼哈二将当中的一个。那为什么都死在妖精手里了？应该是哼哈二将应该不是很高了。我们进庙里看，他都是在最门口。他应该讲述了一个概念，在人中，像郑伦他们都是与人相关的，有这些，就像特异功能似的。但他的根本是人，他只是学了这些，他知道这些，遇到一些奇人，知道这点东西。但是呢，他的境界，我以为就是因为人的境界没有太升华，所以当没人的境界没有升华的时候，治不了妖怪。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儿，治不了妖怪的。那因为我也跟大家解释过，在此之前，郑伦他们这批人都没有死，这批人都死在妖精手里头。万仙阵之后，另外一个隐喻就是，万仙阵之后，其实就决定了谁能修成，谁修不成。作为修行的人。郑伦他们都没有明确提，他有师傅了，但是呢，他在这期间并没有师傅，只教了他那么一下，菩提老祖应该是，是不是菩提老祖忘了？但是呢，他们再也没有跟师傅之间有什么更多的联系，他们不像这个杨戬他们的概念不太一样，我能体会到就这些了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提醒着，就是说人中就是红尘之险恶可能超过了我们人的想象，原因就是在红尘之中有这些，其中一个原因有这些妖怪妖精。金大生斩了郑伦，掌鼓回营，报于中军，启禀元帅，郑伦被金大生所上，请令定夺。子牙闻报，甚是哀伤叹息。郑伦屡建大功，自从苏侯归州，一路督粮，有功王室，岂不知丧于无名下将之手，甚是可惜。挥泪泪下如雨，是，哈，所以这是一件，我个人觉得也是蛮蹊跷的事情。胸中妙术奇啊，胸中妙术孰能搬？岂意遭逢丧此间？唯有清风常作伴，忠魂依旧返家山。次日，子牙胜利。谁为郑伦报仇？杨戬应声弟子愿往。其实呢，这也很蛮奇怪的。玉鼎真人跟杨戬讲过了，说有眉山啊，对不起，那谁说的？
是云中子说的，梅山七怪你肯定能弄他。所以当郑伦首次出头，突然要出头的时候呢，杨戬自己并没有拦他，对吧？没有拦他啊。那当然这也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情喽。但如果杨戬能说出来说，哎呀，云中子师伯说了，只有我挡，你们都别去，这话好像不太好说，对吧？啊，同朝为臣的怎么能这么说？那你啥意思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人很难，我个人觉得也很难呢。杨戬上马提刀至汤营，坐明要金大圣。汤营内炮响，金大圣坐独角兽来至军前，来者通明，吾乃杨戬是也，你就是金大圣，然也。金大圣手中三尖刀，二将俱是三尖刀，战了一场30回合。这个杨戬不曾用照妖镜照他，所以不妨金大圣喷出牛黄，如宝，此宝如火矿一般飞来。杨戬见来的太极，化作金光，往正南而走。那金大圣随后赶来，金大圣独角兽来得快，杨戬忙取出照妖镜一照，哦，是个水牛。杨戬回身，正欲变化吃他，突然来了一阵香风飘渺。意味芬芳，五彩祥云，隐隐中一对黄帆飘荡，那当中有一位道姑跨青鸾而至，有女童3-4岁。杨戬早来见娘娘圣驾。杨戬一听，忙上前施礼，弟子杨戬参见娘娘。那道姑说，杨戬物非别神，乃是女娲娘娘是也。杨戬，你看在他们同辈里头，杨戬厉害。这头见了女娲，那头见了这个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他都是他见的。所以，哎，生命的来处太关键，这个没什么办法。生命的在他们同一个辈里头，别人都没有去过。那能见着这些上古的古神，隔着背的女古神，那是不得了，对吧？呀，其实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反过来又说呢，每个人呢各有自己的命运，谁也争不来的。此非别神啊，女娲娘娘。今承当数尽，周使当兴，吾特来助你降服梅山之怪。所以妖怪也归女娲管啊，招妖幡就在女娲手里面。令杨戬立于一旁，命青云女童将此宝去把那孽障牵来。所以这里面讲的哈，他这个牛黄是个宝，牛黄在人的环境中在中药中都是非常好的中药，所以跟那个东西是相关的。应该狗也有狗宝，好像是有狗宝，类似也像那种牛黄一类的东西，我不是很清晰了，但我印象中有这个印象。所以这是讲述的在动物身上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它对应着来讲是一种日精月华而产生的啊，不是清白能够长成的。而一说日精月华呢，其实就有它的珍贵之处，不是短时间能促成的。青云童儿接宝在手，只见金大圣足踏阴云提刀赶来，青云女童上前拦住，大呼孽障，娘娘圣驾在此，休得无礼，今奉娘娘法旨特来擒你。金大圣大怒，畜生不知道，提刀迎面砍来。青云女童将叫扶妖锁，降服的扶，这种锁就是绳子，系在空中，命黄金力士将金大圣的鼻子穿起来，
用铜锤在金大生的背上锤了三锤，一声雷响，金大生现出原形，一只水牛，为水牛鼻子上都带环儿。杨戬向前倒身下拜，弟子杨戬愿娘娘圣寿无疆。杨戬，你且带牛怪回周营发落，我还助你收服白这个白猿精怪。杨戬别了女娲娘娘，牵着牛回来。姜子牙在中军说，杨戬化了一道金光奔着正南而去，那这大将赶去不知凶吉。杨子牙惊魂未定，哪吒说，杨戬自有运用，元帅何必惊之。姜子牙说，今天东伯侯人马未至，这里有眉山七怪阻住卧室，我心下甚是不能安然。结果报马来报说，禀元帅，杨戬回来了。子牙令阵前令帐前问其缘故，杨戬把女娲娘娘收服牛怪之事说了一遍，今至辕门请元帅发落，请诸侯到齐到大营门前看物号令此怪。众诸侯至辕门，子牙命牵过牛怪，用叫绑腰锁将此怪绑在地下，南宫氏行刑，手起刀落，把牛头砍下来。孟津和八十万人齐声喝彩。那姜子牙命将牛头挂在旗杆上号令，袁弘已知眉山众兄弟都被子牙所灭，欲前不能，欲后不能退，无计可施，实属两难之际，心下甚是犹豫。且听下回分解。